江青，有纸吗？我爸爸没有带纸巾。我向你道歉，我刚才用的方法不太恰当，但是我是发自内心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我承认我这两天有点失态，我这个人要强。 要面子，这两天对我来说确实挺难熬的。是，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好受不到哪儿去。但是痛苦它总要过去啊。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特喜欢。你之前吧，你都有点假，有点装。我觉得做人就应该真实一点，纯粹一点。哎，你还爱他吗？ 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爱一个人就是每天想着这个人，想见到这个人，一见到这个人就特开心、特幸福、特满足。我想我可能会离开这个单位。啊，我还等着跟你一块进这中心呢。这医院是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你恨他吗？ 当然会恨，但是我们结婚那么长时间了，孩子都12了，有些东西回不去了，所以我不太去想这些东西，一个字哪能解释得了那么清楚？ 所以我不想想，我也不愿意多想，而且想也没什么用。结婚就是这样的。怎么那么复杂啊？要是我的话，要么不结婚，结了婚我就每天让我的女人开心幸福。我希望你结婚以后能够如愿以偿。 说知心话来着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拉拉扯扯，动手动脚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有什么委屈不能跟你老公说，非得对别人讲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我都不明白。装什么呀装？医院门口，我全都看见了。你和林子阳亲亲密密、热热乎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陈海峰，你那么大的人了，能不能不无理取闹啊？我怎么无理取闹了？原来我还不相信那些照片，今天我亲眼看到了。 这就是你要跟我离婚的理由啊！你就是因为这个林子阳，为了这个新名单子才跟我提出离婚，对不对？林子阳是我的同事，我在忙我跟他说我话，怎么了？怎么就成了你的把柄了？你以为所有天下的人都和你和杨娜是一样的？我和杨娜怎么了？你说，你找了个小三到医院都闹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了？你以为我别人身上狗屎盆子，你身上就干净了？那咱俩也扯平了。我告诉你冷云轩。 离婚之前，你就是我老婆，我就是你男人。下班之后，你该给我回家，该给我做饭，该给我上床，该给我睡觉。我听到了。
法子滚！大街上太吵了，没听见。哎，你说，你爸呀，退休手续办完了，过去看看你们，明天下午就到。你们明天过来？你怎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呢？嗨，你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？主要是啊，太想孙子了。那明天几点啊？好像是下午3点，航班号发在你的手机上。好吧，那我派人去接你们。好，那妈一路平安啊！哎，拜拜。喂，我能在哪儿？在外边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我爸妈要来看我们。什么时间？明天下午。这么快啊？喂，喂，陈海峰，你干嘛呢？先生，没事吧？哎呀，抱歉啊，没注意闯了红灯，抱歉。下次小心点。哎。
接你电话，闯红灯差点追尾，害怕了？倒霉，弄不好还得扣三分。哎呀，这谁干的？为什么非把椅子放这儿？摔哪了？没摔坏吧？摔不坏。那明天他们来怎么安排啊？你说呢？得先把椅子换了吧。要换都得换，整个餐桌。这么着吧，住别墅，别墅宽敞，让爸和妈住了也高兴高兴。要不让他们住宾馆吧？住宾馆干嘛呀？放那么大房子不住浪费啊。住别墅。那你陪他们住别墅，我吃饭的时候去陪他们就行。咱俩分开住，爸和妈会怎么想呢？明天把他们先接别墅再说，就这么定了。干一辈子也住不上这房子啊！哎，进去吧，小雨吧。哎，好，好，进去吧，进去，来。哎。哎，小雨。哎，谢了。哎，你看你从部队下来没几年，就把家搞成这样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要珍惜。乖。就是啊。我们有这么优秀的女婿，这么能干，这么聪明伶俐的小外孙，多好的一家呀！海峰啊，我们小轩啊有点大小姐脾气，她要欺负你啊，告诉我，丈母娘给你做主。没有妈，她对我可好了，1%/10,000的好，是吗？妈，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？现在革命靠自觉，我们各干各的还来不及呢。哎，我看这各干各的也不错啊，要是太关心了，这也烦人啊。看见没有，你爸又开始告状了。他这一退下来呀，别人可倒了霉了，没有部下训了，开始训我了，不听他招呼。哎，你不服从命令？哎呀，谁训你了啊？哎，我这次回来啊，我准备呢去看看老战友，我也想呢看看你那公司。我听说你买了块地王，这不简单啊。其实我干上这行纯属误打误撞，当年要不是在部队受伤，
我肯定会在军队干一辈子的。说到底，都是托您跟我妈的福啊。你看，他也学会拍马屁了。他会的可多了，成功人士会的，他都学会了。啊，爸，妈，哎，敬你们一杯，欢迎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欢迎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小雨，好老爷，哎，对，哎，姑娘，老爷一个，哎，姑娘，哎，爸妈。真不好受。你想想今天晚上怎么住吧。咱这么多房子，爸和妈喜欢住哪间就住哪间。那咱们俩呢？咱俩当然得住一起了，总不能让他们看出什么吧。那张床我是不会住的。被褥和床单我全换成新的了。那咱们住客房。这就是我们公司。哦，公司怎么气派的啊？这几年好多了啊，刚开始不行。我呢，刚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，一直是半军事化管理。孙总，孙总好。这些员工大部分都接受过正规化军事训练。孙总好。啊，你们好，很规范啊。哎，陈总。啊，岳父岳母，对我们公司的田副总。你好，二位好。这边，陈姐好，这是我的办公室。陈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您有点事儿。哟，嫂子也在啊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岳父岳母。哦，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杨娜，陈总原来的助理。叔你好。你好。阿姨。你们有事儿是吧？那爸妈，我们先走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们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不是有事儿吗？我们出去说。哎。妈，我们先坐，坐那儿。哎，你怎么又到公司来了？我没事，我来这儿干嘛呀？马上离开这儿，我永远不要见到你。我还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呢。你走不走？我叫保安了。你别这样行吗？你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能依靠的人。走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Oh.
峰啊，啊，爸，大白天的怎么喝上酒了？哎，什么酒啊？哎呵，还是洋酒。你现在是行啊，新车、新房、新公司。哎呀，喝酒也换着花样喝啊。你也来点，要不喜欢洋酒，我给你来点白。哎，不用。哎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来杯洋的。好。哎呀，海峰，有时候我就想啊，这人这一辈子就跟打仗一样，啊，要经过很多血雨腥风的考验。那特别是你，作为一个商人，要面临着金钱、名利、美女等众多的诱惑。但是作为人，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，要知道自己的责任。如果为了追求一时的刺激，把这个家毁了，那就不行了。爸，您知道，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。跟冷玉轩认识、结婚以后，说心里话，我很爱这个家。你跟我妈对我，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保证这个家像原来的样子。哎，但是今后的道怎么走，心里要有数。你现在目标很明确，今年盖多少房，明年拿哪块地，远规划、近规划，都想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如何做一个好丈夫，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。中间呢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就互相埋怨、吵嘴、赌气，结果呢，互相伤害得更深。爸，您说的完全对。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我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。我承认，我的确有过过失，我也伤害了冷玉轩。可我在想尽一切办法的来弥补，只怕冷玉轩不给我机会。那关键问题还是在你呀。我跟你说呀，世界上最亲的是夫妻，爹妈儿女不会跟你一辈子的，最后白头偕老的是你们两个，知道吗？要珍惜。什么话你直接说吧。以前见着你，我挺自卑的，觉得你工作能力强，端庄大方，不像我，一个小城市出来的，来这边打工，这么长时间也没什么成果，挺失败的。不过后来我发现，你其实不怎么样。我觉得你挺失败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退出，不再打扰我和陈海峰的生活。你能确定陈海峰离开我，他会娶你吗？以前我不确定，是你给的我信心。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失败的妻子怎么对待自己的丈夫。
你不但不给他宽慰、理解，而且处处让他处于压抑的状态。这样的一个男人跟你在一起，怎么会快乐呢？你现在更是变本加厉的另谋新欢。我不知道你是报复呢，还是动了真感情。既然夫妻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关系，还是早点结束了吧，对大家都好。小偷进了我家的门，偷了我家的东西，还要指责我的门没有锁好。你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勇气？我爱陈海峰，你现在还敢说你爱他吗？你在折磨自己的同时，也在折磨别人。你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痛苦的一个。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我和陈海峰之间的感情，你没有资格在边上说三道四的。三个人你就嫌多，那如果再多出第四个人，你们的船就彻底翻了吧。这是一个纸条，你看看吧。我没有时间给你打哑谜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你明明很想知道，你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就像你们的婚姻明明进行不下去了，你非得死撑着。姐姐，你累不累？你是护士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这个结果吧。
失败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退出，不再打扰我和陈海峰的生活。既然夫妻之间走到这个地步，你们就分开吧，对大家都好。今天晚上能不能好好聊聊？好啊，好好聊聊吧。今天晚上我也想跟你好好聊聊。啊，爸都跟我谈了。你看，老人都知道咱们的事儿了。爸是希望我们俩能好好过下去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当然愿意了。问题是你呢？我们俩聊一下杨娜吧。看你怎么又是杨娜，杨娜，杨娜！因为杨娜的事儿，你要记恨我多久？要记恨我一辈子吗？一辈子估计不可能。我们坚持不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也该收场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跟杨娜见过面了。想知道她跟我说什么了吗？陈海峰，我告诉你，对于你们这件事情，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。冷雨轩，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，我和杨娜除了工作上的关系没有任何接触，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我跟她没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现在想跟她没关系都不可能了。她跟我说她怀孕了，这个孩子是你的。那不可能。你说不可能？你确定吗？你敢说你确定吗？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人，没有结婚，她怀上了她的孩子，这个男人敢做不敢当，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是杨大的话，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怜。陈轩，你听我说，我真不……你别碰我！我觉得你很脏，你离我越远越好。这次来了就觉得有点不对，你们俩跟以前都不一样，说话和和气气的跟没事似的，可是话里话外总是觉得那么别扭，尤其是你心事重重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有些事情不吵不行了。人到中年呐，这婚姻呀是个坎儿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工作生活压力都那么大，这时候是最累的时候，最容易出现感情危机。我们女人呐就得多担待，多包涵。吵架是最伤感情的。你看我和你爸，他年轻的时候，那也是叱咤风云，
啊，不可一世。老了，我们俩不还是相依为命的老伴儿吗？您现在是婚姻专家哈。你像妈这岁数啊，你也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不是原则问题啊，就甭理他。那如果是原则问题呢？我觉得我跟陈海峰之间是原则问题。你想清楚了吗？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不能轻易的。小雨那么小，他能承受得了吗？知道了，别忘了锻炼身体啊！哎呀，我都知道了，你要耐心点。行了，小轩，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，有什么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啊。好，别的不说了啊，互相理解，互相体谅啊。好，来上车。好，好了，爸妈回去注意身体啊。小雨听话啊。拜拜。到了来个电话。说你和陈海峰生生死死的过来了，这日子好了却过不下去了。感情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得劝你两句啊，这夫妻呀还是原配的好，能不离就别离了。我跟陈海峰到现在，该想的、该谈的、该考虑的，我都做了。劝我了，就劈了吧。要不，我找陈海峰谈一谈。你别忘了，你们可是军婚了。你要是需要，我们会帮助你的，会维护你的正当权利。不用了，我是个要面子的人。我只希望这件事情，你能替我保密。我不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。我离婚了，闹得满城风雨的，这不太好。就这样。你们都想好了吗？你们这可是军婚呐，离婚不是儿戏，你们千万考虑好。考虑好了。你呢？考虑好了。你们既然这样坚定，我就开始给你们办了。双方财产、子女都无争议了吧？没有。没有。好。喂。不卖不卖，没房子没楼，不卖。
空在口，万丈而已，在我心底的你却遥不可及。飞得再远，隔绝天地，却断不了当初不肯悔改的执迷。有些事抹去，有些人却被定格在原地，在那繁华似锦的春天里，刚好遇见你。没来由的伤心，是我怕错失你的原因。的爱往往用一生去放弃，得与失从来不由自己。有些事过去，有些人却被定格在原地，在那繁华似锦的春天里，我却失去你。没来由伤心，是我怕错失你的原因。你让我忘了人生原本就会有别离，你让我忘了分离才是最深的印记。